家好，我是小红。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同居的情侣和结婚的夫妻总会同床共枕，两个人睡觉的姿势也是千奇百怪。网络有很多话手会去描摹夫妻二人睡觉的姿势，其中面对面拥抱入睡的姿势被网友选为最甜蜜的睡姿。实际上，网络上的评选只是娱乐操作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睡姿都是不同的。那么你身边的那个人爱不爱你，从睡姿上也很容易就能看得出。在电视屏幕中，许多家庭伦理剧都反映了一个现实的情况，当夫妻二人感情不和的时候，总是会背对着背睡觉。就像在电影《来点狂想》当中，戴戴和文博只是表面夫妻，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早就出现了状况，于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总是背对着背睡着，到后来直接分床睡了。感情不好确实难以相拥入眠，毕竟睡觉是一个人最放松最舒服的时候，倘若身边的人不是自己所爱之人，只会选择远离，或者自己待在角落。这种方式也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体现。那么爱你的人是不会远离你的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靠近你还来不及，怎么愿意疏远呢？爱你的人睡觉的时候很喜欢贴近你，无论是靠近还是拥抱，都是安全感的表现。相爱的人在睡觉的时候很依赖彼此，这是因为当喜欢的人在身边时，总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，想要触摸。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他对你的爱是深还是浅。当然，一个爱你的人总是爱得无微不至，哪怕是睡觉的时候也十分在意你的感受。或许他一个人睡觉时睡姿并不好，甚至有点随心所欲，但是和你在一起时他却会收敛很多，因为他想要给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。这也就是说，爱你的人往往会把你放在首位，对于你的舒服状态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。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，一个男人工作总是很忙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妻子已经睡着了，但是每次男人回来都会小心翼翼地收拾好自己再上床睡觉。他会帮妻子掖好被子，然后抱着她睡觉。这样一个小举动让妻子很感动，因为这么多年来男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吵醒过，而他的睡姿也是小心翼翼。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有很多，他们就算自己睡得不舒服，也希望对方能够睡个好觉。或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经历，睡觉的时候对方把头压在了自己的胳膊上，等到睡了很久才发现自己的手臂已经麻了，而这时候你为了让对方睡得踏实，往往会选择按兵不动。这其实也是你爱一个人的表现，打心里想要对方能够好好休息，是站在家人的角度去关心他，爱护他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语言可能会说谎，但是睡姿不会说谎。在这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表达出来的，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，这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。或许也有人会觉得，在意一个人的睡姿未免有点小题大做，毕竟睡觉之后的状态也是难以自控的。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想，一个真正爱你在意你的人，至少会为了你而改变生活的习惯。实际上哪里有那么多的天生一对，大多数感情深的爱人都是在长久的生活中彼此磨合，因为珍惜，因为爱，所以哪怕是生活中的长久习惯也可以为了对方而改变。就像在电视剧《温暖的抱抱》当中，抱抱是一个有强迫症的完美主义者，
他习惯一个人睡觉，并且一定要睡在床的正中间。但是自从遇到了宋温暖，他的生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哪怕是一直以来强迫的睡姿，也能因为宋温暖而改变。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相似的例子，很多人习惯了独处，当身边多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睡姿。如果你发现身边的那个他总是会给你留下舒适的空间，并且愿意抱着你入睡，那么就说明他是爱你的。闺蜜小童的男朋友是一个出了名的好男人，小童开心地说起两个人的生活状态。无论我工作到多晚，他都会等我睡觉，然后一起相拥入眠，睡得也很安稳。说起这话时，小童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看得出来，真正的感情从睡姿就能看得出来。他足够爱你，便会为你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，尽自己的能力让你睡得安心，睡得舒适。总而言之，睡姿也有讲究，从两个人睡觉的状态便能够知道感情的深浅。所以一旦两个人疏远了，就要警惕起来，多通过睡前沟通与交流，解决好矛盾与问题，然后再相拥入眠，把不开心的事情抛之脑后，带着彼此的爱好好睡觉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如果觉得对你有用，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